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奇兽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97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在网络上有一个消息，在传承系列，也就是遗产系列，要推出泰坦奇的《银河之力猛大帅》。那么这款旧的玩具呢，这个就是《银河之力》时代的猛大帅呢，我手上呢刚好有一个。那这是一个客人呢，当时还是一个国中生的小朋友呢，去我店里头，然后就留在我店里头。我店收了啊，他也没来拿走，但是呢，他留下的东西呢，基本上我都好好保存了啊。那么如果有一天呢，你想要来拿回去的话呢，哎，请记得联系我一下啊。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我放在我的柜子里头。如果你有时候看我节目呢，有时候我在做一些谈话节目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玩具呢摆在我后面的柜子里头。那么已经很多年了，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呢，哎，居然官方的话呢要重新来制作它的泰坦级的玩具。那就利用今天的话，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吧。那么，由于是银河之力系列的玩具呢，它都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能量的钥匙吧。那这个钥匙是不是配它的，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去看这个，有老外的开箱，好像它的钥匙是紫色，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透明的。那银河之力这个玩具，就是你这边往下推下去的话呢，它是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启动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感觉很炫啊。虽然这个动画片我是没有看，但这样看起来也是好像有那种。特摄片，假面骑士一种权杖的感觉啊，这个设计我是觉得很酷的啊，再给各位看一下，你再往前一推，哎，整个打开来啊，很帅。然后其实它这个武器的造型的话呢，这里，你如果把这个先拿下来，其实呢，它这里其实是一把宝剑啊，这里，它这里是一把剑，在这个地方，那你这个剑呢往上推的时候呢，它这个转轮就卡死，你把它弄下来之后呢。它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做一个旋转啊，就是另外一种电锯的武器。那我要提一下，我手上的这个这款玩具的话呢，它其实是有缺件的，它少了一个 Minicon 它会有一个应该是这个目标战士还是什么，有一个小机器人啊，那个小机器人呢当时没有出现，然后它身上有几个炮管好像也不见啊，所以各位知道一下，我手上这个是有缺件就可以了。那这个目前机器人的形态下呢，这个机器人太矮了。它还有第二个形态，第二个形态的话呢，比较适合来拿。然后到时候我们就第二个形态的时候呢，再来做武器的一个联动，应该说武器的一个搭配了啊。那这个玩具很敦实啊，就拿在手上很重，非常的沉啊。那上面这个都发黄了，各位就不要在意啊。毕竟是十多年，还是说已经20多年前的玩具了啊，非常非常久了啊。这个，然后我也疏于去做保养啊，就都有一些发黄的状态了。大小尺寸的话呢，这是现在的一个 Deluxe， 这个比现在的 L 级个子都要来的大了啊。那还是有一些小空洞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说这个偷胶是这几年才有，也其实也不见得啊，过去就一直都是存在的。然后内部有一些啊，这些都有，但是这个塑胶是很厚。当然，跟现在玩具相比呢，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有大量的齿轮关节啊，像这个啊，手臂。二头肌啊，连二头肌转动都有声音了。手肘，那手指的话当然就没有了。手指再有这个齿轮关节，这个就太欺负人了啊。然后腰身旋转也是有的，脚，然后这个外摆那头是没有。这里有许多的多重关节啊，这个往前踢的这个多重关节啊，多重关节都是配合腿部的变形来做一个使用的。那它是有做出一个背包啊，然后，整个造型的话呢，就还是那个老时代的玩具的感觉。那我个人的话呢，也不讨厌啊。那它可能，跟现在玩具相比较大的毛病，可能就是脚没有接地啊。你看这个脚，就是这个地方都会有点腾空，比较有点小可惜。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进入它的一个，第二个形态，就是把它的，整个身高给拉长啊。那这个首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腿翻转180度。那我再提一下好了，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其实我一开始我也觉得它应该是这样变形吧。你不觉得是这样子，感觉一整个就是脚就是变错的感觉，好像没有腰转的呗？如果你要用这个方式来摆设，我觉得也很好看啊，没有什么问题，反正玩具是我们自己的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腿给拉长啊，这个腿就是你就这样顺着这样啊，把它给拉出去，然后再把这个脚掌往下翻啊。这个白这个玩具是真的是就是很过瘾啊，这个声音非常的响亮啊。那如果你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样子最好看，也没有问题啊。我确实是觉得这是一个最像欧巴的体型的一个
一个形态，而且在这个情况下呢，你的武器就已经合适来做一个拿取了。但是呢，它的一个所谓的第二形态呢，是还要再往上再长高一点啊。这个现在只是小前锋啊，如果你它是要硬是要你打中锋的位置啊，这个地方再往上提啊，然后呢把这两个领口啊这里收进来啊，方便我们做一个翻转啊，往上翻啊，这样子整个翻上来之后，再把这个部件往后面啊，再往后面折下去啊，这个已经退到我没得退了，然后这两个领口啊再把它给放下来，然后再透过这个滑槽啊转上来之后啊，把这个手啊直接往上提到底啊，你也可以往上提到底之后再把它给往下转，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当时的我的柜子里头呢，它就是以这个形象呢已经一站好多年了，它一直在身边啊。这个是它的一个所谓的第二形态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这个时候来拿武器的话呢，就觉得是最合适的了啊。它的内部也是有个凸的啊，掌中心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掌中心也是有洞的啊，在这里啊有个洞在这边啊。这个录这种大家伙了，我的这个手机啊又是开一个广角镜了啊，所以这个玩具可能啊有一些比例上会有一点小变形啊，这个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好大好大一尊的神像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它的大小的话呢就足足是应该是有三个 Deluxe 等级啊那么高了，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是非常大的尺寸，但是绝对还没有60公分啊，所以泰坦级的玩具呢一般官方都会把身高做到60公分左右，那这个肯定遗产系列如果还有做的话呢，大小的话呢应该会比这个还要再更大一些啊，就是很霸气，然后玩具还是很沉啊，就很大一尊，哇，录这个都觉得气都很喘啊，哈哈哈。那我们就稍微就是太高了就看不到，其实它这个眼部呢是有透光的，那在这个形态下在长高的情况下透光会再好一点，为什么它后面那个背凸起来那个背包不见了啊，在这个时候的它的一个透光性会更好一些，那可动的话呢就其实是只会提升啊，不会减弱的，那我们就最后来把它完成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基地的一个形态好了啊。那么基地的形态呢，我个人的建议吧，先把两腿呢做个简单的小合并，然后呢这两个红线啊这里啊就把它给啊算了，先打开好了，先单独的呢把它给合上去啊，这个先把它给拼到这里吧，这里这个转上去，然后这个我记得这个脚掌的话是待会还要再翻，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两腿啊就折起来，总而言之你先把这个线给拼出来，然后呢两个脚掌中间呢有两个脚的膝盖中间呢有一个合并的一个关节，包括脚掌的话呢也有合并关节，先把它合起来，先到这儿吧，然后呢记得这个时候是要腰部是要翻转180度转过去的，转过去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里啊有一个很大的关节把它给折下来，好，把它往下折下来之后呢，这个地方顺势往上翻，然后这个脚掌的话呢，我记得是这里要松开了啊，就往下，待会还会再翻的更多，哎，这个待会都要再做一个微调，没关系，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啊，我们要做的是呢，把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地方其实这里啦，这里有两个缺口。它要跟这两根凸去做一个结合，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什么呢？把它的这个，手好痛！录个玩具开箱，录到手受伤也是一绝了啊！这里就记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结合点，这边啊，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哇，流血了也，真是的，居然见红了，录个。直接发生了一个受伤的状态，这里，还在持续冒血当中。哎，你看我们，你看看，做个开箱节目做到都手都流血了，你看啊，好啦，这个也是节目的纪念了啊。这里翻上去，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脚掌啊，这里顺势做一个微调啊。总而言之，先把这两个地方扣上去了啊，扣上去之后就没有什么，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呢稍微的这个黑色部分把它打平，手掌我把这个镜头往下了啊，已经可以放到桌上这个地方打正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手啊，它是这里要反折啊，你不要直接这样转出去啊，你如果直接这样转出去的话，那个偷胶就在外面了啊，到时候人家要说我们乱变，故意诋毁官方的玩具，对不对？也就是说怎么样，你要把手臂反折啊，你不要直接这样转出去啊，这样子是 NG 的啊，不对的啊，这样子。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声音，你要说爽还是不爽，对不对？这个好抽这样，最后就把这个头这个部件啊，头这个部件是转上去，你要记得就是怎么样呢，把这个两个洞啊，那个手是往前推啊，它这个有个滑槽，对不对？是往前推，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你看这个血冒出来，一直冒出来，这个就放在正上方，然后头是这里过来，头旋转180度，旋转180度，那这个头上这两根触角你要稍微躲一下，旋转180度之后，然后呢把这个炮管是朝前，然后这里是有个小缺口嘛，这有个缺口嘛，对不对？就是要对应我们的这个炮。好了，到这边，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跟本体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完全去卡到的。我先把这个焦距再把它调进来一点。好，到这边，那提一下，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稍试着去推一下车，啊，应该是可以，正常是可以推得动的。那最后就是把它的这里，啊，不是有两，擦，我想停下来擦个血，这里两个洞，就是要扣这两个。对不对？一天到晚说人家凸啊凹啊什么结合的，今天我自己流血了啊！你看吧，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对不对？好了，然后按照这个一些啊官图，它都是放这样子。OK，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形态。我知道看起来有点猥琐，对的，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但是就说吧啊，反正你们爱说嘛，对不对？你们要说，其实是你爱听，对不对？这个就是看起来有点小猥琐，你不觉得就是一？对了，一副就是跪下来就是 ORZ 的样子嘛，对吧？是，但是看上去还是这个地方是可以转的，然后这里当然也是有一个可动，然后这个看个人的一个喜欢的一个摆法，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转轮能转的话，你就是把这个武器啊推到后面去啊，你就可以，这里就可以再做一个转动了啊。然后算了，我们还是没事的话呢，我们还是把这个银河之力的这个钥匙，我们还是把它推回去好了，这里。往前一推啊，这个剑鞘就打开了，就当做个收纳吧。那就这么样子吧，各位知道一下就好。这很重啊，哈，非常非常重，塑胶很厚。那它的话呢，你看啊，这里本来是应该有两个小炮管的零件啊，但是它就是不见了啊。Anyway， 就是各位知道一下啊，这个玩具本身是有一个缺件的一个状态。那就利用呢，就官方就刚好公布了传承系列的泰坦级的银河之力猛大帅呢，啊，我也就趁这个机会蹭一波热度啊。把这个玩具翻出来给大家做一下啊，那就还做到手受伤啊，谢谢各位的分享啊，拜拜拜拜拜拜，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我一定是失血过多语无伦次了，拜拜。